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新手生存教学系列。哦，好紧张哦。好了，反正他应该跳不过来。哦，到处都是苦力怕。哦，苦力怕自杀了，苦力怕跳下去自杀了。哦，好经典的画面哦。哦，好啦，然后不管这个了。那今天呢？今天我们是要教大家如何回家。对，在矿场啊，待久了，最怕遇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挖到了一堆宝啊，挖到了7颗钻石啊，很多很多铁矿，很多没有很多啦，一些金矿，然后却运不回家。哎，对，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运不回家，那要怎么办呢？那运不回家，哇，再多都白费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那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回家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虽然我知道回家的路啊，可是我迷路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就一路往上挖啊，这种 T 字形往上挖啊，一定会到家，不是一定会到家，总有一天会挖出那个挖出路面上。哎，不信我们来看啊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地面水平平均在64啊，平均在64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只要这样子，T 字形的，就这样阶梯状的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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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挖，就可以回到家咯。那我就这样一路往上挖，那个因为我已经没有火把了，我挖到地面的时候再给大家看咯。啊，先这样咯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回来了。苦力怕都不知道死去哪里了。我回来了啦，我已经把路挖完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一路跳上去，跳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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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僵尸跳，僵尸跳啊！不要理会这些东西，不要理会身旁所有的东西。刚刚我就一路这样挖挖挖挖，有没有？一次慢慢慢慢这样跳跳跳跳跳跳，一次一格这样子往上挖，然后就挖到了天空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天空有草地，有天空，哦，这就是，这就是。想办法到外面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到外面。哦，僵尸在烧哎！哦，你怎么那么神啊？这样烧都还不会死。OK 啦，我们就挖出来了。这里在哪里？小绵羊，这里在哪里？好啦，你斗鸡眼了，你也不知道这里在哪里。哦，我家就在这里啊！我幸运的回到家了啊！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安德要干嘛？好啦，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。我知道大家看得不过瘾，然后来再教大家一个回家的方式，苦力怕啊。你只要高喊一声哈利路亚，然后顺势一跳，哇，然后就按下重生，就回到家了，就回到家了。哦，有没有很快？哦，快速回家法。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